二号。男嘉宾你好，你是因为父母想你工作离他们近一点，选择的就是在本地工作。对。那如果你的女朋友就是执意要北漂什么的，你会怎么选择呢？北漂不是说我说漂就是漂，肯定是有一个稳定或者是有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目标在那儿，然后我们再去共同发展。我觉得在我们感情合适的基础上，我是可以接受跟随一起北漂，但前提是我们在一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八号。男嘉宾你好，因为你现在年纪才22岁是吧？没错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现在就是谈恋爱的话，你是大概打算十几年结婚呢？几年？十几。几年之内，大概是几年之内？大概在3至5年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这是我听到在这个时间期限给的最长的，一般说的1到2年，2到3年，他说3到5年。